这轻蔑的动作所发出的闪光，可是闪到连用墨镜也遮不住。不过他们的身份却惹出争议。苹果新闻网今年七月就踢爆照片中的女主角，就是台北科技大学34岁理工科林姓教授。她年纪轻轻，学习力可是非常厉害，拥有台大化工博士学位，博士后曾到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化学系担任研究员，后来回台在北科大任教，31岁就升到副教授。他的研究成绩也很杰出，城市科技部爱因斯坦计划得主之一，今年还获得北科大杰出研究奖。他的师生恋遭到媒体踢爆，丝毫没有受到影响，目前已经升等为教授。你有看过他男朋友？至少我在这样还是。哎呀，果然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这位正面教授过去曾在微电影所演出的故事情节，还真的活生生在他的人生上演。是啊，外界也很想知道这位正面教授谈起师生恋怎么可以如此光明正大。正面教授师生恋的对象可是比他还小10岁的成绩学生。正面学生在2007年到2009年曾担任他的研究生，当时投诉人就指认力表示，两人在2007年就已经十指紧扣，不仅在实验室打得火热，完全没有遮掩。这位正面教授还担任这名学生的论文指导教授，以及未满教育部所订定的指导教授不得在指导期间和学生谈恋爱规定。当时这位正面教授也极力否认有师生恋情况。所以老师您这边是您这边否认了这件事情吗？对啊。所以只是单纯是您的学生。当然啦。事件爆发后，北科大根据媒体报内容依检举和交由学校性评会处理。学校教评会最近依据性评会所提出的调查报告而处理建议，认为这名正面教授违反北科大教师聘约，但惩处指示中的提起，轻轻放下，给予书面告诫，并停止系上经费补助一年。这名正面教授也对惩处结果不用回应。